鸡啾啾，安乐。很刺激耶。OK， 现在我拿到车了，我现在去载我两个我不想载的人，可是我还是要载他们。OK， 我载的第一个手黑来了。谁你啊？你阿妈就是条手黑，就是这条手黑啊！我给警卫赶你懂吗？阿江没有车，没有位置停啊！我们另外一个手黑成员江林。哎呀！哎哟！终于来到了8:50。哎，开车啦，把司机快点，这个手会折进口。是，我这种用 OPPO R 几都不懂啊。转回来，转回来，好，可以转回来。这样子转，你看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哦。手黑。Hello, buddy。我们现在这辆车叫做 Peggy 死亡时速列车。我去荷兰呐！荷兰车。不要去荷兰嘛，认识这个大哥的，对不对？Hello 啊！生日快乐，哈密达！生日快乐！你要的丫丫，就是这个丫。有什么感言？好像只出。What you wanna say？ 梅吉啊，这是你们的等等等。因为我还要养我的。是全全 ，Daddy 本 BB， 顺利吗？鸭子 OK 吗？点头 OK， 他 verify 啊 ，This dog verify 全全 is a good driver。哦，我要到了，那个是 Motelon， 开不开心？哦吼吼吼 ，OK， 可以停，可以停，哇！安全抵达剑湖山。哎呦！什么问题？娘妈，我们全部等这么久，要等什么嘛？看吧，你后面吧。他妈就是那个人，我在他的时候要等他，现在进还要等他。Everybody， 我们。Everybody， 哎，我跟你讲，我鬼啊！我发现啦，人多就要带各自等各自，然后等了过后，我们从整个剑湖山零人，原本可以不用排队，到要排队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尤其是等着粉红色衣服这个人啊，这个最烂了，那走到最后面就是他妈鸡巴，还没有用啊，这个。烂。你看，孤独的男孩。我没有朋友啊，哭什么？不要怕，先不用怕，稳住，不要怕。Peggy， 我也是很怕的。你差140。你给了钱来干嘛？快点，我叫我们打进来。没有位啊、哦。我觉得他不 OK 啊，跑了，你看 ，Oh shit！ Content content！ 哇，你们这人太可怜了。哎，你知道剑湖山吗？你知道剑湖山的吉祥物是什么？什么 ？Oh my god！ 这个吉祥物叫……咕咕。哎，站在旁边。好。不是另外一个手，你说我们叫两个，我们起来谢。我的吧。
你找我子。好，这就是那个。这是 Seven Eleven。这是 Seven Eleven 那种放弃微波炉热的。妈热，很酸哦。我的 fuck。对面脆皮就好了。后面那个 burger 比较好吃。我想去对面呢。Many many minutes later. 佩奇，要不要跟他合唱？唱不，我不会唱嘛。对不要。吃东西先，我们。干起来。不要放天，对不要。要吃东西先。很好。各位，我们刚才吃饱了，然后你还记得Peggy答应我们什么吗？现在那边唱歌了，是吗？你要不要一起去听一下？可以吗？要不要？我吐了。现在Peggy说春，没有胆子。你没有得选。你刚刚不是答应了啊？吐来，快吐来！还在找卤味。这位小姐长得很可爱，人见人爱，人人爱。前面的帅哥，我说买卤味吃卤味，你说耶耶，买卤味吃卤味，耶耶。他是歌手，真的、哦，他是歌手，没有没有，真的哦。哦，对对对，换他来。阿北今天特地哈、哦，本来开放一位，这个是特别在开放让你唱一首。哇哇。去那边打鼓。走。Let's go, let's go, 走好。现在金辉要跟他们抢鼓，然后跟他们抢地盘，然后我们看金辉怎样跟人家打架。咪咪。我也不去。去啊，金辉。怂。没有人用了，快点。然后你要喊799。打鼓。然后喊799。安乐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今天剩几条水，没有紧。然后跟大家看的一样啦，就只有那几个设施好玩而已啊。我觉得五颗满星，我给他2.5了。云顶比较玩，欢迎大家来到马来西亚云顶，保证你流连忘返。所以总结来讲，我是觉得不是很好玩的啦，我个人不推荐，去六福村比较好玩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还在途中。就吃个晚餐就会结束了，所以今天剑湖山的 vlog 到这里，拜拜。哇哇哇！哇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No.Wah, kami udah berbeda. Kami pulang. Hey, datang.